我都不知道他们录了这个视频，谢谢你们啊！虽然我也不知道你们现在在哪。冷漠。回去请你们吃火锅。请所有的人吃火锅。就成员嘛。成员啊，没关系，那个，我们今天现场来了很多的粉丝啊，有没有你一眼就认出来的？很多啊，他们就是经常有见到面，就是比如说我可能飞来北京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在机场看见他们，然后还有那种在剧场里啊，常驻剧场的也专门从北就是从上海飞来的，也有专门会飞来。有外地赶来的亲吗？很多，有很多外地赶来的亲哦。我跟你讲，我有一次主持这个时尚集团的活动，是一个颁奖典礼，你们获得了年度最具人气的偶像团体，就是 SNH48， 但是好像不是全员，是有一部分来。对，现场的男粉的声音响彻云霄。今天我想听听看，我因为我知道镜头给一些男粉好不好，因为就坐在比较前面都是女粉，但也有长得像男孩的女粉，但是真正的男粉是在这儿，对不对？我们汉子们，哎，这边也有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先看看这边的汉子们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大声喊出你喜欢的，他的名字是。有女人，谢谢，有女。